接下来请收看《泰国慈悲行》。泰国慈悲之行难得的因缘和合，大众惊艳了食食动物的无比法喜。看着鱼群奋力地抢食，心中自然地升起祈愿，愿世间一切生命都能得到温饱，愿更多人跟随师父的慈悲步履，以食物布施贫穷众生乃至流浪的动物，布施轨道的众生。传播慈悲的法音，以妙味甘露法食滋养众生福薄慧浅的生命，同得离苦证菩提。世间最美的，不外乎是那些付出而不求回报的心。
曼谷不远处有一座供奉阿赞多尊者手指舍利的佛寺，在盎然的绿意生机中吐纳着禅意静定的芬芳。寺院户外一处开放空间中设立了坛城圣境，中间供奉着装藏阿赞多尊者手指舍利的佛塔，佛塔四周围绕庄严祥和的佛像。在南传佛教，包括我们密乘最重要的观想，就是你前后左右，包括自己就变成了佛菩萨，这个叫圣境。特别龙婆多他就教我们这样观想啊，在头前是所有佛，在眼睛耳朵都是所有阿罗汉啊，在四面八方都是佛经，然后呢自己跟佛法僧三宝合为一体。那如果是如此呢，就可以降除内在的所有烦恼，降服外在的磨难。所以就像各位来看这个一样啊，所有的佛菩萨都在周围左右啊，所有的图像都代表了佛经里面的意思啊，所以要这样来观想自己身口意成为圣境。来，西佛如来。南无多宝如来，南无宝胜如来，南无妙色身如来，南无广佛身如来，南无离故位如来，南无甘露王如来，南无阿弥陀如来。大家可以打坐一下，把这个圣境啊跟自己合为一体。我们就是有一个我相，所以会痛苦，所以我们要跟自己跟三宝合为一体，乃至思维三宝的意义。佛经的意义，那是圣者的功德啊，让自己啊，这样子叫老实念佛，也叫实相念佛，就叫看到空性、非心、菩提心。师父带领慈悲之旅随行大众在坛城中静坐，并讲述了万物平等的慈悲观，愿一切生命皆离苦。大家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虽然时间短短，各位多念习。那特别泰国佛教喜欢在森林里面打坐，它就要让我们去除世间所有的分别，跟大自然合为一体。所以就像阿姜茶尊者说的，打坐不是要得到什么，是要放弃，是要舍掉，舍掉这个我，乃是世间的贪嗔痴，乃是拥有的一切，进一步跟大自然合为一体。所以就像日本道元禅师说，研究佛法就是研究自己，研究自己就是能够去除自己，进一步把自己奉献给众生。所以除了进入这种无我的空的，你要跟树合为一体，跟佛像合为一体，跟观世音菩萨合为一体，跟可怜的猪猫狗合为一体，而感受到他的痛苦，来帮助他。但是最大的痛苦就是因为我们执着这个我了。我五十岁，我结婚了，我离婚了，我有钱，我没钱，然后呢，活在自私自我的世界是痛苦。所以透过打坐，大家放下自我，专心，从专心不起分别心以后，再融入佛菩萨，融入佛菩萨的心叫菩提心，然后来关心众生，变成我就是山，我就是水，我就是鸟，我就是鱼。所以在打坐的时候，不管是鸟声、人声啊，还是车子的声音，你都不会排斥，因为都跟它融为一体。这个叫万法平等，万法皆空。然后呢，当然最主要的阶段就是融入佛的心，而来关心三千大千世界，六道所有众生如何让他们离苦。所以愿大家经常有这样的机会，放下一切，特别在有加持力的圣境佛菩萨面前，那佛菩萨就在跟你说法一样，
啊，虽然你感受不到，但是你只要一静下来，佛菩萨会用他最大的善巧方便来加持我们，引导我们如何开智慧，如何离苦得乐，如何帮助众生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所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啊，这边的住持很慈悲，这里面有牛有猪，只要有人家带来放生，他都把它留下来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可以继续打坐或者走一走。猪灯跟路在对面那边啊，我们走走先。草木葱绿的寺院内，还可看到几只猪和鹿。这里也是一座慈悲的护生园，护养着信众带来放生的动物们。坛城圣众以无比的加持，默然而清净的在法界中投射着慈悲的光芒，净除六道有情的痛苦及障碍。